好无聊啊，今天该干点什么呢？拜拜。我听了，说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墙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，是吗？黑马。啊！我的天啊！超级英雄和奥特曼竟然变成了玩具，我们回去打开看看。首先来看这个黄色的三角龙人形态，哇哦，好帅呀！酷！宇宙阴谋悄悄来临，会是向我们渐渐靠近。无论是进，失去了你，就算拼尽全力也要找到。哇哦，现在是他的三角龙人机甲形态，接下来给他变形成为魔方形态吧。魔方形态变形完成，耶！接下来来看第二盒绿色的，哇哦，快看，是万龙人形态哦。那接下来我们给它进行魔方变形吧。色的魔方形态变形完成，太酷了吧！呀吼！第三盒盒玩是蓝色的甲龙人形态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次竟然直接召唤出来了他的魔方形态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给他变成龙人形态吧。龙人形态变形完成，耶！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，喜欢点赞订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